即几天落雨叫大雹，出门真正是爱特别细致咯。刚才14号暗时，就有七八件的交通事故。南投市一台小绿车伫咧复兴路倒挂的停车时阵，所弄到一台奥多麦。这台奥多麦的龙头是脆高高，伫奥多麦的这个驾驶是规个人倒伫咧涂骹。另外，伫南洋路的顶面，有一个男子行路要过路口，嘛被一台机车来弄到，搁倒三号要并车一挂。叫别的分队的来。奥多麦弄到车辆，龙头脆高高，一边的女子坐伫涂骹，身躯顶的伤势，可能是完全无法度叮当。南投市一台车辆伫复兴路倒挂停车，被一台奥多麦正面弄到，看到受伤的女子是赶紧通知救护人员。哦，现在回家，他就他没有打方向灯，他没有打方向灯，我也没看到他，我没有看到他车子，他就直接转过来，然后他就撞到我了。嗯，那你们吓一跳？我吓一跳。你很痛而已，那其他手跟脚呢？会不会觉得麻麻的？不会。不会。那你现在会头晕吗？不会。好，那你慢慢站起来可以吗？外边换来南洋路，一位男子准备行路通过路口，被一台机车弄到。一边好心的民众赶紧提出雨伞为伊挡好，等待救护人员来到现场。那这样子下来帮他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哦。谢谢。所以你们都认识？不认识。哦，你们三个都彼此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哦。你知道吗？你要过马路。忘记了。另外，国道三号南下233公里，一台轿车失控并车，副驾在车顶的四个人拢无受伤。南投县落了几日间的雨，是发生了真侪交通意外，敢那是14号暗时，就七八件的车祸事故。民众出门也是要注意安全，避免事故发生。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。